来到台湾骇客年会 TCon Peace 2022。今年的 TCon 将带来截然不同的体验。今年是台湾骇客年会的第18年，而18年对 TCon 来说也是一种蜕变。我们相信在此之后，资安领域在各方面的成长，它都会是爆发性的。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，资安不是特定人的课题，大家都要对资安有着一定程度的认识。因此18年对 TCon 来说只会是另外一个起点，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做也应该做的事情。如何因应不同的资安漏洞，提升我们资安防御及应变的能力，持续强化国家资安的联防体系，确保国家的稳定跟发展。今年年会的核心精神是 TCon Peace， 也呼应了这个重要的期待。我也注意到今年的年会主题“网络战的生存指南”，我非常期待透过骇客社群的文化，可以共同针对当下的挑战，思索出更有效率、更完整的攻防应对模式。谢谢大家莅临今年的台湾骇客年会 TCon Peace 2022，我们2023见。